是天空元素的设计师陈克元。好，那这是我临时录制的影片哦。为什么在这个疫情当头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很多人都能拿到补助，唯独室内设计产业拿不到补助？那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室内设计跟建筑设计同样是设计业，现在经济部补的是时尚设计、视觉设计、平面设计，可是室内设计跟建筑设计都因为主管机关是内政部，所以他也拿不到，是不是也一样？赶快来跨部会协助，否则室内设计跟建筑设计加起来20000多个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可是他的从业人员更多更广。尤其我要提醒徐部长，咱的建筑师哈，他现在都更维老都停了，政策上怎么帮忙？还有公共工程的建筑师，他会因为疫情的关系，他的工期被迫因为没有办法上工迟延了，未来会被工程会罚哎。所以是不是把室内设计跟建筑都能够纳入比照刚刚的精神，百密总有一疏，用谁的预算来补给他们呢？来，徐部长。因为现在的纾困预算里面，内政部都没有编列啊，内政部只有编列，那他们一样受冲击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方面。那我们现在委员提到的这一些，我会带回去，然后请我们包括营建署这一些主管的来看看。我们就看今天或者明天来呈现，赶快给我答案。室内设计跟建筑行业有没有机会在行政院这一部分把它列进来争取？因为我们现在只有津贴而已，我们所编的我知道，所以我今天说百密总有一疏，我不为难，但是赶快拨破吧，好不好？室内设计跟建筑行业，我们来研究。最后好，他们的质询当中呢，很明显的看到了时尚设计、视觉设计跟平面设计，是有补助的。那因为他们的主管管机关呢是经济部，唯独室内设计或建筑设计这个产业呢是属于内政部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主管管机关的差异化之下，所以室内设计拿不到补助。OK， 那我这边要说一个大家都会疑惑的一个疑惑点哦，就是说为什么室内设计跟建筑产业他们拿不到补助？因为毕竟哦，室内设计或建筑产业，他们的所谓的动辄百万、动辄千万或动辄亿万的这些工程，都会持续的在操作运作，所以常常让人家误以为室内设计或者说建筑产业呢，他们资金链是足够的。那政府呢，忽略了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金额进来的大，但是出去的负担也很大，因为所谓的我们的室内设计或建筑相关产业，它是必须要靠很多的产业链结合起来才能做成的一个工作。好，那么你今天款项进来以后，要马上再分发出去给其他的产业去执行制作，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产业的主体里面，可是这个东西一直被主管管机关他们认为说我们的产业链是足够的。第二个误会就是说，虽然资金看起来好像很大的一笔钱这样子，可是在运作上面，其实室内设计产业或建筑产业它的风险相对的高哦，它不能有任何迟疑或拖延的时间，这都关乎到时间成本。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资金链运作的时候，都要掌控的相当好。但是，我觉得主管管机关他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无论室内设计产业或者是建筑产业，一直以来都是被政府长期忽略的哦。那只看到好的地方，没有看到坏的地方，所以就是说，造成这个产业的压力它相当大。但是呢，说句实在话，这个产业也不是第一次就被忽略了。那么从去年的一些补助方案来讲的话，其实我也没有看到有关于我们这个产业能去被怎么样的协助或帮助或者是补助相关等等。好，
最后我必须要说一句实在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呢，正在走在最危难的一个时间里面，因为被迫停工或者是延期，对时间就是成本的我们这个产业来讲的话，其实冲击是相当大的。当然我相信对于其他的各行各业也是冲击不小，可是为什么唯独漏掉我们建筑或者是室内设计产业相关呢？我觉得这个课题我们可以深入的好好去研究一下。